少因着这样子，我婆婆因虽然没有受尽，然接着呼喊主名，就这样子，我全家也都这样受尽得救。阿门。那我一得救以后，我就在教会里面，所以我的孩子也是从在教会里面，从儿童班一起来。感谢主，阿门。我在这个中间也经过，虽然信了耶稣了，可是还有很多苦难，因为我的家里是个大家庭，有大姑，有小姑，有婆婆，有公公，啊，全家人都十几口都住在一块。然后你聚会之后会有逼迫，你要去的话，他们不让你去。啊，你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就会有点受压。感谢主，先平平安安你就过来了。阿门。如今我们全家都在基督里面。阿门。我是主。阿门。这是我的女儿。阿门。我这是宝贝的女儿，最爱主了。神给她有悟性，像我就没有悟性，我就